哟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好呀！我是优一会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下这个 AP 亚索的实验，是跟往常一样，先给大家看一看实验效果，然后我们再来下一个总结。总结：伤害三颗星，清兵五颗星，秒人三颗星，可玩指数三颗星，推荐用于人机和无限火力游戏中。